经常出去晒晒太阳，你的人的那个能量都会提高。除了自律的生活，刘嘉玲对待工作也有自己的态度。最近远赴零下25度的白令海峡拍摄微电影，对刘嘉玲来说，每一次挑战都值得认真对待。冷到我整个人在发抖，根本讲不了话，但是到了现场，我完全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。